大家好，我是李宇春。听乐乐姐介绍了她的最新计划，她将通过这一门断舍离人生哲学课，去讲述和分享断舍离的生活智慧，通过为生活做减法的方式，帮助更多人提升生活的效率和幸福感。希望乐姐的分享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爱，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获得怡然人生。